食晒成包香油胶，究竟收嘅波波，我收到几大嚿呢？用我嘅杯子同埋一份，今日咧我想试下一个咧传闻，食咗就会有超强记忆力嘅记忆力香油胶。因为网上好多人流传话呢个乐天出嘅记忆力香油胶真系可以增强记忆力噶，话入边加啲银杏提取物，就以呢个中老年人为销售对象。即系其实应该。好啦，望下边系咩嚟嘅先？哦，系一条条嘅，佢好搞笑，有问问题添喎。呢个记忆力香油胶，然后佢后边问我嘅问题就系四边形有几多个？好啦，我都测试啲香油胶劲唔劲。我首先我单咗只记忆力嘅 game 啦，咁呢只 game 我未玩过嘅，佢有啲咩位置记忆？试下测试下先，三只兔仔。哦 ，OK， 我记得，一二三。我简单嘅回一个飞机兔仔，好。1,2,3,4 太过简单啦，睇下我可以玩几多只先。哇，开始难啦，开始难啦，九只。哎呀，错咗，哎呀，40分，已经超越咗全球嘅30% 嘅玩家啦。好，我又试下，如果我拍咗呢个记忆力香油胶，会唔会真系好咗咧？都未到，好似普通嘅薄荷香油胶都系敷敷地嘅。好啦，而家开始，三只兔仔，10只啦喎。10只兔仔都得，唔通系咁？我10只都得喎，好真系好早咁，好先等先。我好灵异啊，成件事，即系唔知点解嚼紧呢个香油胶嘅时候咧，会觉得好似清晰咗、醒咗嘅感觉，100几分啊，真系同嚼有啲分别噶，感觉上。系开始有啲麻烦啦，三只呢度。哎呀，终于错咗啦！今次系4星，系超越全球75% 嘅玩家。好啦，试完啱啱嗰啲 game 咧，暂时都系证明到食多啲香油胶咧系会好似好记忆力咗嘅。我谂住试过一次过拍晒所有佢。嗱，我揾到一个叫我啲记忆力有多好，佢话只有3% 嘅人只能够啱晒。我话试下做啦，不如好嘛？我拍晒啲香油胶先，8块，9块，有啲吃不消嘅感觉。好，记忆力测试点击开始。好。我记忆力好唔好呢？我记忆力系知名嘅天才。嗱，我答啱首先个问题，我记忆力真系好正。如果我要忘记事情，我都忘不了，忘不了爱。再试下第二啲记忆力先。好啦，记住呢张图片嘅内容。OK， 城市嚟嘅，好多云喺上面嘅。呢幅画好出名啦，一定记得啦，系咪？唔知系咪两个女人定两个男人啊？一个黄皮肤，一个啡皮肤。好啦，今次呢个咧就好多条恐龙嘅，呢个咧就有个女仔行过湖边，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担住遮 time 啦，系嘛？就 mindful， 好多蔬菜生果啊，系嘛？哇，点计啊，大佬？有个女人，白色手套，白色帽，开始啦，嚟啦！有冇见过呢张图片？一开头好似有啊，有。有冇见过呢张相？冇啊，冇印象。好啦，呢个右上角，有冇见过呢张相部分？好似系冇喎，不是。好啦，生果呢？我记得系右边呢张有恐龙嘅，但系又好似唔系呢一张嚟。我记得呢一度好似有啲彩色啲嘅，冇数字嘅，应该冇。下边只狗仔颜色系，我记得系橙色嘅。下边嘅艺人系边个？我鬼知佢系边个艺人咩，大佬？嗱，呢个我真系唔知啊。嗱，当减1分啦吓。下边风景曾经佢画过系边一张背影啊？呢张啊，边本杂志 Time 啊嘛？佢着咩颜色嘅衫？蓝色衫。好啦，分析结果，拍咗9块香油胶嘅我，究竟有啲咩结果呢？哇！我嘅排名系前1%啊，我嘅记忆力系世界顶级噶。我答题近乎完美，拥有排名前1%水准嘅记忆力。啊，嗱，我真系唔知啦。我平时咧正常玩啲记忆力嘅测试咧，通常咧一般般嘅啫，通常一般可能较好少少，但我去到1%或者系顶级咧，我真系未试过。可能呢个以上系我拍咗咁多粒香油胶嘅结果啦吓，咁我谂今集系咁多先啦，大家有都可以欢迎去买嚟试下，系几过瘾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果食完去考试或者测验默书会攞到满分啦。
系啦，我自己觉得就真系好咗嘅，系啊，真系信不信由你。都记得 and subscribe 啊！好似有啲嘢唔记得咗喎。啊，我记得啦，我屙屎唔记得冲厕啊，拜拜。